色的。
同床上坐了起来，他和我讲出是时候起床了。小红猫魔术棒，我的魔术棒哪里去了？知道啊，何如先生唔嚟喎，佢好擔心啊，何如先生做啲乜嘢啊？
是白色 GPS， 有冇人知道？冇人知道。啱的，我都唔敢贴。但系其实咧，好似唔系有树枝，系咩？石头。石头系咪啊？爸爸个石头当系跳脚石，咁逐又逐咁跳。啊，狐狸先生咧，佢咧系谂咗个办法去解决个问题。咁你諗下啦，佢以後咧使唔使？如果係鵝魚先生好翻之後，你估下佢啊會唔會啊又？問題係啦，一共咧就有四個人問嘅，咁你等下留心嘅態度出先，就係話咧做啲咩出嚟先。咁我哋等陣咧完咗之後咧，試下可唔可以幫我故仔改個名，好唔好？好啦，開始啦。Thank you.
係啊，唔係咧，每一次咧都能夠咧可以釣到魚嘅。
爸爸就買翻嚟嗰時，我喺出面買咗一本書包，本來媽媽俾我買咗，所以爸爸媽媽俾咗錢喺屋企打電話俾媽媽，所以我用媽媽啲錢買咗書，所以爸爸翻嚟我翻嚟咗，我又話咗佢哋知，佢哋又好開心，佢哋又好開心。咁其實咧，似嚟到做呢、這個畫劇啦，講呢個故仔啦，大家有啲咩嘅諗法啊？嚇、啊，都中意定唔中意啊？你知道乜嘢？你中意定唔中意喎？中意啊！十五係中意，十六係唔中意。十五點解中意啊？我哋舉手。